心中，你是在我的眼目中。哦，看啊，我把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掌心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葡萄树下尝他的果子，便觉得甘甜。主啊，此时此刻，一群恋慕你的心腹们各自眼看着你。 We behold your beauty, we behold your glory, we behold your holinessWe behold your mercy. We behold your compassion. 你是那十全十美的那一位。求你的荣美像那许多的果子一个一个向我们开启。
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都无限量的居住在我们的良人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愿你向我们开启，来的时候，主啊，那一切的黑暗就被驱散了。主啊，光来到，黑暗就逃离。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在这里过了农历年之后，第一个安息日夜晚，我们聚集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爱。犹大狮子，哦，那战胜一切仇敌的犹大狮子，哦，与我们同在，而且在我们的里面，那深深的爱被眺望起来。哦，耶稣啊，哈马西亚，台湾爱你，台湾属于你，台湾昼夜不息声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知道你是台湾成为可赞美的。哦，主啊，我们从台湾来祝福以色列，你心所爱以色列，哈利路亚！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哎呀，谢谢秉伟牧师这么精彩的讲述，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是博士，然后我大学要念 五年才能够毕业。但是神呢，就是拣选那个不太聪明的人呢，常常会拣选不太聪明的人。我常常问神说，为什么拣选我这么破碎，然后呢，那个读书又读不好的，然后现在要读这么多书。But anyway 呢，神就既然我都有希望，各位比我更有希望。然后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哈。从施洗约翰开始到耶稣了哈，那破门者的恩膏，这英文呢叫做 breaker anointing 啊。那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还是我自己编的呢？我查的圣经还真的有 breaker anointing。OK， 那只是呢平常比较少被触及到而已了哈。那么那这个刚刚这个秉伟牧师讲到这个天国嘛哈。那天国就是让他治理，因为他把 PowerPoint 给我， 我就很快把它消化了一下。那里面他没讲到，帮他讲一下，就是那个有管理跟治理。那那个治理呢，就是把那个你还要治理那些恶、邪恶的事情、人事物，你都要把它治理起来。OK， 把它转成那个良善的，或者是把秩序给建立起来。OK， 所以说呢，这的确是天国呢是有包括治理，要讲到权柄的。OK， 就像今天这个秉伟牧师说的这些。那另外讲到踢馆，等一下我们会来踢馆。OK， 好，那那个好，那三把钥匙。那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踢馆。OK， 欢迎踢馆。好，那那个呀，这个其实，在秉伟牧师以前，我以前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常常讲完的时候，我就问你说有什么问题，拜托赶快问，因为那个从你问问题的那个问题，我就知道你的程度在哪里。I mean， 看吧，对啊，就是说，因为那个。呀，以前我认识一个黑人嘛， 他大概七八十岁，七八十年前就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是美国的哈佛大学毕业的黑人，你要哈佛大多难啊，在那个时候。
right? 他就说回去他妈妈就是每次回去问他说，不是你今天学到什么，是你今天问了老师什么问题，你问了老师哪一些问题啊，所以 会问问题的学生才学得快。OK， 所以这个就阿门，这个刚刚可能秉伟牧师就是很会问问题的，常常踢馆的，所以才念到博士。好，那现在呢，这个三把钥匙啊，回归哈，三把钥匙，这个刚刚讲到天国的钥匙，开了就能关开，这个钥匙本来就开关用的，是不是？开了或关嘛，就这样子嘛，钥匙拿公用就是这样。OK， 所以就是这个天国的钥匙。那么。神呢就是让我领受，就说这个大卫家的钥匙了哈。大卫家的钥匙，刚刚就讲到天国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那个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的那一个七间教会的信里面呢，那个给腓拉铁腓教会，就单独单单神就说，我把那个大卫家的钥匙，我手中是拿着大卫家的钥匙，我把大卫家的钥匙就交给了腓拉铁腓教会。OK， 所以说那个。的确是有这一把钥匙，这一把他说叫大卫家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就是天国的钥匙。为什么大卫家的钥匙就是天国的钥匙？因为大卫之子 The son of David 就是弥赛亚。 OK， 所以呢，大卫家的 house of David 就是大卫的王朝 The dynasty of David， 大卫的王朝就是弥赛亚的 messianic kingdom， 就是弥赛亚的王朝。那既然这个弥赛亚呢是那个永永远远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的，所以这个弥赛亚的王朝呢，就是永永远远的。OK， 那这个弥赛亚的王朝就是大卫的王朝，就是大卫的家世。OK， 所以这一把钥匙，你说厉不厉害？这一把厉害，大卫钥匙啊，谁不想得到呢？七间教会呢，就只有一间得到啊。OK， 恨不得我每年都得到。那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这个三把钥匙，这个大卫家的钥匙，它是一个 skeleton， 就是说它是一组的钥匙共同组成的。那你可以总体来看，刚刚秉伟牧师讲到总体经济学啊，这个 个体经济学 macro 跟 micro 啊， OK， 那我也效仿一下，就是呢，这个那个总体来讲是一把， OK， 那分开来讲你可以讲三把，可是呢这你就想象这个天国的宝库，神话语的能力，神国的能力啊，他这个大卫家的宝库啊，你要把它给打开的时候，那一个门上面就是有三道锁，而且这三道锁呢，你非得你不是一把一把一把的开，你一定要三把同时插下去，它才能够转动的，才能打开的。所以呢，你可以个别的分，从这个 micro 的角度呢，你可以说哦，这个是一把，这是三把。但是总体来讲，你要开这个把宝库给开了，这个三把要同时开。所以呢，它又是一把，这样大家哈、哦、清楚吗？哈、哦，好。所以这三把呢，归咎起来呢，第一个是归回希伯来的根源呐。刚刚亚宾伟牧师也谈到很多，那这个我们以后会讲的更多。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先讲，要就是第二把就是天国的福音，大家跟我讲一下天国的福音。好，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呢，为什么这钥匙很重要，因为那个我们现在说传福音，传福音 OK， 但是呢我们忘记了，从等一下会讲破门者恩高是施洗约翰啊，还有那个耶稣啊，那个就是一开始就是在讲那个天国的福音，他交代门徒也说，你去传天国的福音，说传神国的福音，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所印证你们所传的道。那他你们所传的道是什么？就是天国的福音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呢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还帮他们补习，对不对？赶快恶补一下，虽然过去已经补讲了很多了， OK， 复活又再跟他们讲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讲完以后叫他们，对不对？大使命颁布OK， 所以说呢，这个次序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呢，《使徒行传》时代也初代教会是这样，他要先把天国的福音啊，不是福音而已啊，我们现在是讲福音，福音，福音，可是前面有一个天国的，它完整的名词叫天国的福音，没有其他的福音啊，没有天堂的福音嘛。以前张长老就讲过啊，对，就是不是用我们是什么用天堂的福音取代的天国的福音嘛 ，right？ 没有天堂的福音啊。也没有个人的就什么，就是没有，就是整本就一开始讲得很清楚，天国的福音就是这样 ，That's it， 没有其他的福音啦、啊。可是呢，前面三个字不见了，也不懂，
掉了，这把钥匙有没有掉了？什么叫天国的？真的是不，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啦。所以难怪呢，后面的这个神迹其实能力就出不来嘛，是不是？因为这个神迹其实是为了印证说，哎，你传讲着这个天国的权柄、荣耀、能力、治理这种种，它是可以那个把这个那个撒旦的黑暗的国度给压制下去的，它可以打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的，可以使人复活的，可以让人心悔改的，这个是天国的福音，有这个 power。这个炮要出去啊，你没有，所以说你把天国福音这种炮一解开了以后，那当然啊，那圣灵呢不会漏气的嘛，神不会漏气的嘛，对不对？你就照着天国福音不要打折扣，原汁原味，就是这样原原本本给我讲出来。然后呢，我的神，我圣灵的能力就神迹奇事就印证你所说的，你越不打折扣，圣灵所印证能力更强，神迹奇事就越强。OK， 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未来台湾复兴的 foundation， 过去所有的复兴呢，来来去去 ，OK， 然后呢，我们就说过去的这个，就说都很好，但是呢，这是就说很多是外来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那个，大家反正几年、三年、三四年就推一个，下三四年再推一个，三四年再推一个，把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都很好，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呢。最重点是 foundation， 我们台湾就迎来未来的这个大复兴啊！好，尤其这个247的祷告的火墙已经建立起来，这样子是流动。我在意象里面有看到这个那个火墙，它是流动的火河啊！你知道，不是只有火在那边烧啊，是那个耶和华神宝座那个流动的火啦，就这样子啦。OK， 是这样子在流动的，这样炫的。OK， 可是你要这个东西哈，就说这个它。他还要一个根基啊，这个根基就是天国的福音嘛，所以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呢，这把钥匙重新找回来，什么叫天国的？好，那把它讲清楚以后，自然神迹奇事就出来，好不好？好，还有我们这个对对，这么祷告强的这些的代祷运动在这里兴起来了。好，所以说呢，第三个呢就是叫末世预言的应验了。好，那其实这三把钥匙呢，我后面将来后面开讲堂的时候会更详细讲，但简单来讲，它是其实是一贯的啦。OK， 因为这个整个就从希伯来人开始，就是从那个创世纪十二章的神跟亚伯拉那个盟约开始的。OK， 然后呢，那个盟约开始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又变成了一个国，对，出了埃及就变成了一个 nation 了嘛，对不对？本来是一个 family 变成一个 nation， 然后呢，出了埃及又到了西乃山下，又成为一个 kingdom， 成为一个国嘛。然后呢，耶和华神就是这个国的王嘛，然后这些子民就变成什么？作为金尊的祭司嘛，圣洁的国度。OK， 所以说一开始本来就是这样。好，那么所以说这一切从这个根源出发的，当然到最后它会一 project， 一直到千禧年是一贯的。You know， 这整个是从根源一直到最后千禧年是一贯的。所以千禧年当然就是这个天国或神的国啊。那耶稣那个祷告里面说呢，那个主祷文里面的，对，愿你的旨意行在那个愿的国降临。那个千，他叫那个祷告的重点不是在给我日用的饮食啊。他那个祷告的重点是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天国降临就是千禧年最后真的他降临的时候，那一个神的国度在地上掌权的时候，这个是重点啊。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祷告，其他那个日用饮食就是给什么？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是零钱啊，那个是零头啊，你知道意思吗？你到波阿斯里面就去田里面去捡，对，那个到天国里面去捡，到最后就是一捆一捆的大，在不是说那么天国本来就富有的嘛，你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个国降临在里面，你自然就是富足的，你就是他的儿子，你就是他的女儿，本来就是富足，这 DNA 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先求这个天国，先明白他，让这 DNA 进来，有的 DNA 进来就不怕了。我跟你讲，你不用就是说用很多的系统，不用很多人为的这个规范道路，因为你是什么 DNA， 就算你每天那个喝牛奶，牛奶是白色的啊，对，从小喝牛喝到大，对的，我金发还是金发，没有金发是染的啦，有金发是染的啦，但是我黑发还是黑发、啊，对对，就这样子嘛，因为 DNA 嘛，就是 DNA 嘛，来，就 DNA 它就是你有这个 DNA， 它已经照这样子展开来嘛，天国也是一样，你要得到这天国的 DNA。OK， 所以这是神国的福音嘛，其他你就不用管了，它就会长了就知道 DNA 密码就开始展开了。
OK， 这是天国 DNA。 好，所以说这一定要把这个天国的这个钥匙拿回来。第三个末世预言，因为这个末世预言就是指这一个天国呢，到最后呢 Son of David， 那个大卫的那个大卫之子，对，大卫的后裔，他要来真正的在地上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执掌王权，这个国就实实在在降临，而且我们是跟他一起执掌王权一千年。那你跟他一起执掌王权，你现在要不要练习？就是 Ecclesia 嘛，你要不要练习？到时候突然之间你怎么执掌王权？你知道你只能说当做一个心腹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you know， 喷香水喷得香香的，坐在旁边，哦，you know， you know， 就是这样当个花瓶啊。You don't know nothing， 人家不懂啊，不晓得啊，那这个国度是怎么治理的？对不对？国度的 DNA 是，那我这个王啊，我煮饭 给他吃，我到底要煮万峦猪脚，还是要煮那个 羊排给他吃？你这都不懂 ，right？ You know how 怎么跟他执掌王权？那这是这个天国的王掌王权的时候，他是说，哎，哦 ，honey， 这个事情你去处理就好了。是不是这叫共同执掌王权嘛？我知道你怎么治理 ，right？ 我也知道怎么运用权柄，我知道怎么解决问题。OK， 这个叫做天国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就是基督的心腹。那我觉得呢，就是 Ecclesia，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呢末世里面所运行出来、所学习到的这种照着这个天国的。照着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妥拉的教导呢，所在治理的时候，你现在所学到的，到了千禧年到的时候，这些呢是会被放大来使用的。现在等于是模拟考，或者是呢练，先是练习而已。对，预效，你现在没有这个预效，到时候是完全零概念，就只好在旁边装可爱。当个花瓶，那耶稣说：“我没有娶，我不是娶花瓶啊，我是娶成熟的心腹啊，对不对？长大成熟的心腹嘛。圣灵启示录，我等那么久了，怎么还等到一个这个装可爱的小女生呢 ？No， 来、right? ，我制作这个心腹几千年呢、欸，几千年呢、欸，到最后，圣灵跟心腹都说来，为什么？圣灵说我已经把它预备好了。”心腹自己也很有自信啊，心腹也觉得我已经被预备好了，所以圣灵跟心腹都一起跟耶稣说来，然后耶稣说我听到了你们两个同时告诉我，互相两个证人啊，圣灵见证说他我已经把他预备好，心腹自己也说我被他预备好了，自信满满的 Let's go Honey，OK， 所以大家不要再装可爱了哈。哎呀，也不能装糊涂哈。如果你是真的糊涂哈，就 you know 不要再糊涂了，好好学习。好，那现在呢？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好，那我现在就照着这个圣灵的水流啦。之前的这个过年的时候，还有 Dennis 哈来我们这边的这些教导各方面的。好，那现在呢，我就从他这个 Dennis 的过年的信息啊。那个他那时候就讲到以赛亚书45:1-2嘛，他那里面就讲到那个我必打破铜门，那个打砍断铁栓嘛，好，打断说这个呢，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破门者的这个 breaker anointing 的这个领受，也就是从这边来的啦。OK， 好，那么好，我们在所以这个就是破门者的恩膏嘛，铜门怎么打破啊？大家要试试看，对不对？你马上就送骨折那个医生去那里去了、啊。How do you do that？ 铜门呢 ？OK， 那个铁栓那么厚，你怎么把它砍了啊？除非你有破门者的恩膏。OK， 这个所以呢，一开始啊，那个图啊，你看这个呢，就是一个那个锤头啊 ，hammer。OK， 一个 hammer。或者是斧头啊，斧头跟 hammer 是同一回事啦，对不对？这边呢是断开的，另外一头是怎么打碎的，一样。OK， 斧头跟锤子、铁锤是一样的。OK， 就是这样子，那个叫做什么不什么不无坚不摧的，
对，无坚不摧啦，对不对？好，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好，全部就是说就把它给破掉了。好，这个再怎么样的在他面前呢，他有这样的能力啊，这样子挪一点恩高，那这从哪里来的？好，那要从哪里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踢馆了。好，那这个马太福音啊，十一章十一节啊，好，这个呢，我过去读的时候，我是读到穆萨萨，穆萨萨。OK， 到底耶稣在说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嘛，我们现在讲天国嘛，对不对 ？OK， 我实在告诉你们，富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信息还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那这一节呢，今天没时间讲，先略过去。但是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这是照和合本的翻译。我们先看着下一个 slide 哈，那个，我们到第六个 slide， 以利亚撒，拜托，到以利先跳到第六个，再跳回来 ，OK， 那个再下来，对，好，大家我给大家就看几个版本的解释，你就看怎么搞的，怎么同一本圣经会读成这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翻译 ，OK， 好，那第一个和合本刚刚讲过的，好，那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一个那个前面那个是努力进入，那是主动式。后面的那个得着，奴隶人就得着了，也是主动式，动词都是主动，主动加主动，两个都是主动。那个吕正中版嘛，吕正中版呢，你看那括号里面，或以天国是被强取的，强取的人攫取了他。OK， 所以呢，前面那个是被动式，天国是被强取的，被动式不是主动强力进展的。好，然后呢？强取的时候，谁有这个属灵的强暴力啊，就能够把它这样 snatch， 那个叫做 snatch， 就很 puzzle， 就是被提那个字啊，你知道这样，哼，瞬间啊，唰，猛力的这样攫过来，抓住这样子意思 ，OK， 攫取的。好，那么呢，这个就是被动式啊加主动式。好，然后呢，如果你知道这个钦定版跟 NASB 跟这个 ESV 啦，哈，那么。这里面呢，他们的翻译都一样，就是天国被强暴力 ，OK， suffer， OK， the kingdom until now， 好、哦、，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s violence， 有没有看到？哈、哦，就是呢，天国是被暴力的，哦，被暴力的攻击或是阻挡的 ，OK， 然后呢，强暴者攫取他，所以这前面是被动式，后面是主动式，啊，看有无？读得通吗？真的是读不通啊 ！OK， 卡住了，真的卡住了。好，再来 NIV 呢，干脆就是这样解释。OK， 好，那个呢是天国是被强 has been 有没有被动态有没有？这个是那个现在进那个现在完成被动式嘛哈 ？Has been 哈、哦、subjected to violence 嘛，对不对？好，所以被，所以呢天国被强暴力攻击或是阻挡，然后。强暴者的 violent， OK， people have been raiding on， 就是攻击他嘛，所以强暴者一直攻击他，所以这就同样那句话被就是有这么多不同，所以这是个前面被动式，后面是主动式，我们再回到上面，所以呢我就要踢馆了，就是 you know 为什么耶稣讲同样一句话会有这么多主动被动，然后那个 不一样的解释都可以同时出现，到底哪一样才对？好，那我们再回到。所以呢，不同的翻译嘛，哈，哪一个才正确嘛？刚刚我们读到，一个是努力和合本，努力进入的就得着了。哇，那原来天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进去的嘛，就可以得着了。OK， 这个哎，这是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得着这是合本。好，另外一个是被强取，这个天国是被强取的。OK， 所以你只要够强啊，你只要够强力，你就可以把天国攫取了。那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嘛 ？OK， 我自己 you know, 消化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这样。第三个就是这个呢，另外一个就是像 NIV 那种解释，被强力攻击，天国被强力攻击啊，然后呢，强暴者持续的攻击他。现在就是有这基本上就是有这三种的解释。你有没有去上神学院？我想大概就是这三种解释了。OK， 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上一个。好，穆萨萨，好，好，这边穆萨萨，好，再上去有没有穆萨那个穆萨萨？好，穆萨萨，好，那这里穆萨萨，从这边穆萨萨又还更进入更穆萨萨 ，OK，
因为这里面因为这前面都讲嘛，对，凡妇人所生没有一个兴起来当会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比他还大。我说 Are you kidding? Oh yes, Jesus. 所以搞了半天，施洗约翰不在天国里面他在天国外面You know what? You know, right? 然后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我就学习踢馆了那第十二节 ，OK， 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意思是这样。那我努力跟不努力跟施洗约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前面要讲一个施洗约翰到如今呢？天国是努力进入，那我努力或不努力跟施洗约翰有什么关系？你非把施洗约翰放在这里，所以我学习这个踢馆。好，然后再来呢？那凡妇人所生的，好，有人不是妇人所生的吗？请举手。好，那历史上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不是妇人所生的 ？Amen。然后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耶稣怎么不是妇人所生的？不要我虽然是比较极端，但是我不是异端哦。夏娃嘛，对不对？他们都没有躲宅的啦，就没有极待的啦，对不对 ？OK， 好，这样子好，就基本上就木煞煞，好，这样大家对不起，我把大家先进到无礼物中再出来。好，我们再往下，好，往下，因为这个跟 breaker 的东西好钥匙在这里，就是要回归希伯来根源。如果回归希伯来根源呢，就通了。OK， 这个钥匙就在这里。好，那么就跟我们这个三把钥匙第一把有关系。好。破门者搞了半天，这先达到一个概念。破门者原来是指施浸约翰我把它改成施浸，因为是 baptize 不是洗啦，是浸嘛，对不对？施浸嘛，浸约翰，然后先锋，然后呢，他们是群羊群羊 ，OK， 也跟着破门。大家先有一个概念，让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在说什么了然后呢，第三个。他们的王，天国的王，耶稣走在前头带领，所以有三个角色 ，OK， 好，第一个是破门者，第二个是群羊 ，OK， 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王，好，那就是天国的王耶稣。好，我们往下看，原来耶稣是在讲这个，我跟你讲，你要读圣经，尤其读新约如果我跟你讲，耶稣他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90%以上绝对是跟旧约圣经有关系的。你一定要去找到那个链接，从那个根源，你才能够明白他说什么。你如果把中间断开了，照一般的，旧约已经过去，不要理他了。反正新约就好了，新约，因为新约取代旧约的更新的启示我告诉你，你就是永远在无礼物里面，木煞煞还是木煞煞，不管你读多少年 ，OK， 因为你没有钥匙。没钥匙 ，OK。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这样？因为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就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嘛。我来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旧约那时候没有新约但是整个旧约里面 ，OK， 就是在写我那尼托生就说他是写的道嘛，在旧约里面他是写下的 written word， 写在那里 ，OK。然后耶稣呢，他是活蹦乱跳的活的道，道成了肉身，你知道意思吗 ？OK， 可是这个道成了肉身，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完全是跟这个旧约里面的所写下来，指着他所写的完全要 match 啊。You understand？ 所以你这样子在新旧约，你就会通了。所以一切的混乱的解释就是没有从根源开始，而且这个教导说新的取代旧的。好了，你取代以后，取代以后就没根了嘛，那中间断层了嘛，那难怪当中的那个 gap 那个断层要许多的人为的希腊式的神学的理论来填充它，所以搞出来一大堆的东西可是你读完了以后，你又会阿门吗？还是不阿门？你还是觉得有点木煞煞对不对？因为我很痛苦，我读经痛苦了15年我以前因为神呼召我，大概从因为我大概2001年我就知道神呼召我要做话语的执事，这话语执事真的很难OK， 敬拜很有意思，对不对？祷告呢有恩膏，大家哇祷告还有，但是哇真的读话语很苦啦，你就一个人闷着，在那边啃啊 ，right？ 对啊，然后你就明明觉得很重要
可是我为什么读到这我就卡住了？我想问 你被卡住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急？你读经来诚实的讲，你读经读到不懂的时候，会，我真的要懂这个你在说什么， 你心里面 会有一种急迫感吗？有没有？好，阿们，好，很好。然后呢，真的读不懂你会哭吗？你会想哭吗？这么重要的我一定要懂，你不让我懂不可以的。 OK， 就这样、啊、我痛苦了十几年。 OK，一直到我碰到希伯来根源我才解脱了。嘿嘿嘿嘿， OK、哦、我才开始通了，不是现在已经通了，开始通了。 OK， 才开始通了。好，所以呢这个弥迦书二章，所以呢其实啊耶稣在讲那个 parable， 它不是个比喻，它是在引述弥迦书十二章十二节跟二章十三节，它是在讲这个。好，那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因为他说，好，我们先看这个内容，这里面呢就提到说呢，这个其实就是说，如果以希伯来犹太人，那当初他们这些在听耶稣讲的，他们知道他是在引述弥迦书的，你知道吗？他在讲那一个刚刚我读的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一节十二节，他是在引述这里。为什么？他是讲 breaker， the key word is the breaker， 破门者。OK， 那么呢大家都他们知道说在弥迦书里面呢就是有提到那个破门者，破门者 OK， 就是这边叫做开路的，二章十三节开路或破城的、哦、编号 H6555。 好，就这个。那这个呢他们知道说呢，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呢他们还有一个王啊，他们的王在前面行吗？耶和华引导他，所以这个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这整个经文是 Messianic Prophecy， 是弥赛亚预言的。 OK， 你要再从这个来看来了解，那耶稣呢来解这个东西。所以呢他这个好，那他所以他才会讲那个比喻嘛。那这个 breaker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弥迦书二章十三 the breaker 嘛， H655 就在这里嘛。然后呢你看看还有一个类，我刚刚跟他讲的，对不对？所以一个先有一个破门者，还有一个类，类就是指这些就是指那个羊啦，羊群啦，也是一样呢，一样 broken， H655 照样破门。好，那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现在来讲。好，然后呢之后呢再出这来的这一个王啊， OK， 这个 king 在这里有没有？王嘛， OK。 然后呢耶和华诺 LORD 四个字都大写，所以耶和华嘛。那整个是什么？所以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是在讲说施洗约翰，从施洗约翰开始。施洗约翰呢，他就是耶稣第一次来的先锋。OK， 他就耶稣来的第一次来的先锋。然后呢，这整个图像式的言语是这样，就是他们为什么这边提到波拉斯那个提到那个羊啊、羊群啊这些的哈，波斯拉啦哈这些，波斯拉就是羊圈的意思。OK， 所以呢，他是在讲这个牧羊，因为那个就是说。牧羊人呢他们在野外，他们在野外牧羊的，到了晚上的时候黄昏了以后呢，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在那个地方牧羊的地方呢去捡那个石块，然后呢就把它堆成了一个圆圈啊，这样子。然后呢石块堆起来以后，然后羊呢就暂时的那个晚上全部就塞把它赶到里面去，然后把它封起来了。OK， 就在里面，牧羊人也在里面。 OK， 就这样。然后呢这个那里面就很挤嘛，很挤啊。然后这些羊呢到了天亮的时候已经在里面了，在里面已经很想出去，很想出去，很想出去了，过了一夜了，好不容易天亮了。 OK， 然后呢这个牧羊人呢他就拿着手中的杖，或者是、哦、拿着手中的杖，然后呢就敲那一个比如说圆圈，这个 sheep pen 羊圈啊，波斯拉这个羊圈啊，这个石头的石墙，他就把它敲破，很用力啪敲破，敲破裂那个等于这个墙破了一个小洞，破了一个小洞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一破门，我跟你讲，因为这些羊啊每一只都想出去，可是那个洞就是只有那个洞，所以呢啪像谁那个顶头一个冲出去了，你老哇一路撞过去，你老这个墙的就破了一个
更大的洞，旁破了一个洞，旁边的两边 再挤下去，砰又打开了更大的洞，再来后面再更多的前推后涌啊，砰砰砰这样子，那个整个那你就看着那一个墙啊，本来从一个小小的破洞，就是因为这个破门者的个 breaker 把它一级分一级，又它开了一个洞以后呢，这里面的羊就是天国的子民。OK， 那个呢就是天国诞生了。OK， 从施洗约翰到施洗约翰，就是有个这破门者的，他是以利亚，他是有这个破门者的恩膏。OK， 然后呢他就砰，所以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嘛。到耶稣讲话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指示一下 ？Because 他就是这一个我们刚刚读到的《弥迦书》里面的 The Breaker 那个嘛 ，Right？ 所以他破了以后呢，这些群羊就冲啊 ，OK？ 然后冲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想象说，你说从高空来看的时候，那里面一大群的羊在那边很想要出去啊 ，OK？ 然后呢，本来是被封的，破了一个门，然后越这个破口越来越大，冲出了越来越多，你就看到说这个。这个你把它想象，因为希伯来人的这个思维啊，就刚像秉伟牧师说的，他是多面向多维度的。OK， 那要过去我讲过，就是说你要有四度嘛，角度你要角度三度最少，角度啦，高度还有维度啦，就是 dimension 啦，这样 anyway， 那就是说这个呢，同时啊也是好像你把它想象是一个子宫一样。你倒想象说，这个就是天国诞生，那个围墙，那个石头的墙啊，就好像子宫一样，就好像一个女人要生产，到了生产期到了的时候，那个对婴孩在里面，有的大的是八磅，不几磅，最大的几磅，因为我没生过小孩，所以，好，对了，六磅八磅啊，对，肚子那么大。对不对？一个大西瓜，怎么可能从那个子宫口这样子可以出来 ？Right， 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呢，就是 breakthrough， 就是可以这个子宫可以这样撑成这样子，砰就出来了。同样的，就是 breaker， 就是这种 breaker anointing。那天国呢，也是一样。是这样子诞生出来的、啊、就好像这个群羊一样冲破了，然后呢这个是先有一个开封先锋者破门了，破了以后呢，那个后这一些羊啊也照样 break out、啊、也是一样那个破门啊，照样啊、哦、那希伯来用叫 parats， 他们也照样 parats， 前面的先锋 parats 了以后开了个小洞，后面的冲啊冲啊冲啊呼啊，然后想象那个草场上面就满了许多的羊在那边奔跑，天国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图像式的言语出来了 ？OK， this is how powerful the kingdom of God， 他是在讲这个。OK， 然后呢，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是有这个破门者的恩膏，而且呢，但是呢，他破了门以后呢，这个王啊，就是这个弥赛亚君王啊 ，OK， 就在前面。走在前面领着他们出来，领着他们走，谁跟着他走 you know，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图像。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啊、好，我们再往下。所以我施洗约翰呢，作为这个先锋啊，作为这个耶稣第一次来的先锋，那个神呢就是给他这种破门者的恩膏。那我请问各位，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天国要降临，要有形有体降生了，他岂不是更要给我们这些的许多的先锋带着我们这种破门的恩膏吗 ？Right， 对不对 ？Yeah， 不然这个天国这样子的 baby 怎么出得来啊？对不对？不只是怎么出得来，今年是龙年，对不对？哎，奇怪，我们都知道，我们研究美国的这个，我虽然最近很少用，因为没时间讲末世烽火台，但我都持续关注这个整个全球的政经局势。我从美国的角度，我早就知道说2014年本来就是最 you know, 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啦。OK， 这样子没有你想不到的。OK， 好，没有他们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的。OK，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阻止川普连任？就这么一回事，想尽办法，所有的。就是要这样子 ，OK？ 就算想尽所有的办法没有办法阻止他连的话，最少我给你一个很烂、很烂、很烂、很烂的烂摊子，我看你怎么收。
然后你受不了就怪你。所以所有最烂的事情啊，就今年会发生。哎，奇怪，那刚好是龙年。嘿嘿嘿，哇嘞，什么事情怎么有这么巧的吗？好，就这样。可是呢，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今年就是这样子很极度对冲的时候。OK， 所以呢，可是天国在这个时候又要诞生出来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神啊，就是在这个龙年就给我们华人啊，带刀者就那个 Dennis 来这边讲那个砍那个打破那个铜门，砍断铁栓啊，这真的是有圣灵的引导的。OK， 因为神就是要给我们这个破门者的恩膏。OK， 面对这条龙，面对他所摆的阵，他那个强力的在那边 ，you know， 好像这样卷卷卷啊 ，you know， 就是要 you know 一圈一圈的围卷住，不让天国诞生，不让这些的这个美好的事情发生，不让天国来掌权啊，在地上 you know 掌权，不让以克西亚发生，他就是要这样子。OK。可是呢，神呢就是用这样子的环境，就是让我们要给我们这种极强的、这种末世先锋的、这种破门者的恩膏。OK， 没有什么东西在他，你可以有你领受这个破门者的恩膏，没有什么东西在他面前，一楼可以站得住的。OK， 没有任何的阻挡，照样铜门照样敲碎，一楼铁栓照样砍断 ，nothing， because 这个破门者的恩膏从哪里来的？好，我们往下看。好，所以等一下先看讲一下研究一下这个动词哈。这个动词呢就是破门的这个哈。那这个呢叫 parats。那这个 parats 呢是动词嘛哈。那你看它这个意思哈，所以说我们从多面向来了解跟多角度冲破突破，我们刚刚讲过了，对不对？好，另外呢破门而入，好，破门而入。好，另外还有击碎打碎。为什么击碎打碎？因为开始我跟他讲说他那个好像一个大铁锤嘛，因为神的话语也像一个大铁锤，他有很多的形容词，其中就是用大铁锤。好，对的，好，哦，哇哦，哇，呜呼，哇，笑，哇 ，OK， 好，就是我跟你讲，他那个哈，因为呢，再怎么坚硬啊 ，OK， 你这样把敲下去以后，不只是把它敲碎，我跟你讲，你把它敲碎，敲碎的时候它是。四散 spread out， 所以呢，这个天国啊，一样，我们这样，砰敲出的时候，冲出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虽然那龙在那边卷来卷去的，你知道，砰，把它破了以后，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门就这个就冲出去，冲出去，我们是整个是它也散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可是呢，我们冲出去的这些天国的子民啊，也是一样的，布满的整个操场，也是一样 spread out。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台湾的荣景，很快要发生。OK， 好，好，这样子，好。那这个呢？等一下我要讲，好，两个重点，还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这个打击啊，神突然来的审判，就是这个很剧烈的打击，瞬间哦，很猛的。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经文哦，那个在经文里面，有实际的那怎么发生的，从神来的那个能力哦，好。那另外呢，哎呀，就是还有一个侦破，有没有？侦破，就是说你有什么捆绑啊，你有什么锁链啊，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有这个就好了。你懂？你有神给你的这个铁锤啊，有给你这个破门啊，有给你这种神的话语的丰盛的能力在你里面，正从里面变出来的。这不是外来的，是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更大，在你里面给你这个铁锤，在你里面的话语就是有这个能力，神的话句句就带着能力，就是那个 dunamis 一样是爆破的。 dunamis 就是爆炸，这黄色炸爆炸开来的，我管你是什么，对，我管你是铁的铜的，管你是什么， you know, 我就是 bang 就把你爆破了，就是这么一回事，神的话语句句就是 bang 的。 OK， dunamis 一样的。 OK，好，所以说什么捆绑锁链啊，全部砰砰砰照样碎的一地。OK， 好，就这样。然后我们再好，再下来。可是好，那所以这个施浸约翰要作为摸耶稣的先锋嘛，对不对？他呢要做要这个破门者的恩膏，但到底这个破，那这个施浸约翰他本身就是以利亚，对不对？他的灵就是以利亚的灵，跟心智跟能力，耶稣讲的。OK， 甚至耶稣有讲说，你们如果能够领受，就是从施洗先知到那个摩西到妥拉到先知，然后到这个施洗约翰，他们不是讲到施洗约翰为止，你知道吗？不是说到施洗对啊，谢谢师傅，等一下万一没拿好，
那你们就要有接铁锤的恩膏哈。然后呢，这个所以说那个不是说，讲那个预言呐、啊，到施洗约翰就为止，不是意思 until， 意思说持续的，从那个旧约里面的这个那个妥拉，然后先知们，然后一直到那个施洗约翰，他们都一直在说预言，他们都一直在 prophesy。OK， 然后呢 ？Prophesy 什么 ？Prophesy 是个天国要来了，因为天国的王呢要诞生，天国来要道成了，就弥赛亚要来临了。OK， 他是在讲这个。OK， 所以因为这样的施洗约翰啊，他就是要有这个破门的恩膏，把让这个天国就这样子展开出来。OK， 所以呢，可是这个以利亚的破门恩膏从哪里来？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 ，OK 下。好，那个5:20，那个大卫啊，他很清楚，大卫跟神的心靠得很近。OK， 虽然他犯了重大错误，但是他知道怎么挽回神的心，因为他能够追求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是怎样子。OK， 所以他就悔改了以后，他真的是跟神的心是很贴的。OK， 他明白，你看，所以他这个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这一次啊 ，OK， 好，那一次呢，他说呢，耶和华。神啊，在我面前冲破一样，就是又是这个 breaker noise， 哎，叫 parad， OK， 这个 parad 呢，敌人如水冲去，这是什么图像式的言语，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因为希伯来根源它本来就有不同的这个角度跟维度，这一次呢，不是好像哦铁锤啦什么敲打 ，no， 好像洪水，耶和华神啊。对这非利士人啊，所神的那个以色列的仇敌大卫的仇敌所发的那个愤怒出来的那一个能力，那一个爆发力 ，OK， 那个冲破力 ，OK， 那一个就好像洪水猛然爆发一样。我管你的，洪水啊，大洪水来的，砰，猛然爆发，你什么在洪水面前你都站立不住。全部全吹的毁毁的，是不是这样子？大山你要挪移啊，小山要那个啊，对不对？地要裂开啊 ，everything， nothing， 在神的面前，他这个 power 神的能力爆发出来的时候 ，OK， 没有任何当前面可以拦阻他的，这个是破门的恩膏，从哪里来？从神来的 ，OK， 所以呢，他大卫很懂。OK， 所以他这里呢特别啊，把那个地方就叫做巴利庇拉山。OK， 那巴利庇拉山的意思啊，就是 Law of the Breaks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如同洪水爆发的主啊，这个主啊，他的能力啊，好像洪水这样大爆发的主啊，冲破一切拦阻他的。所以呢，这个腓力士人，不管你多少的军队，不管你的军队的战力有多强啊 ，OK， 这一个。爆发出来的能力，这样子好像洪水般的主所发出来的那个能力，全部给它冲灭掉 ，wash away， 想都别想，站立不住，连找人都找不到了 ，right 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地方好，就把地方就称为这个好，这个巴利皮拉山，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往来。好，那么呢？H6556 是名词啦，同样意思啦，那这是那个 Favres 跟 Paras 差一点点啦，但是呢这一样，它是指这是名词，就是说你看这里面有讲到说在墙上形成的缺口嘛，还有在分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破裂或者是那个、破裂嘛，就是好，那以及神的愤怒爆发，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字根。OK， 同样图像式的原因，就是妇人在生产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子宫一开，那个张开，那个砰 ，you know， 然后孩子就出来了 ，you know。而且我跟你讲，因为我跟那个雨涵呐、啊，雨涵比较熟。雨涵呢，他是学那个生物化学的，他是生化的那个硕士。他呢，那有一次我跟他在讲，这是天国哈、哦，就好像妇人要生产嘛，耶稣讲，我跟你讲，再怎么难哦，没有一个女人说到的时候。生产的时候到了说好痛哦，不生了，不可能，由不得你。时间到了，我跟你讲，要生就是要生，天国就是这样。时间到了，再怎么困难，在表面上盖怎么多的险阻，我跟你讲，在撒旦再怎么拦阻，
要生天国非生不可，就跟妇人在身上，就是这种爆破的恩膏，这种把他推出来，而且他跟我说啊，那个生的那个激素到底那个膨那个 power 从哪里，在这个 chemical 那个人体的化学那个 chemical 从哪里啊？他跟我说啊，他说其实哦，那有一大部分是那个婴孩自己想要出来，那个婴孩自己想要，他会分泌那一种的什么化学的什么whatever生化的激素，让这个妈妈有那个力量，轰这样这样，像不像天国？啊，我们想不想诞生出来？一样啊，我们这么迫切的想要他给我这样子诞生出来啊，我们要这样做 breaker， 然后就在破门而出啊，对不对？就这样子啊。OK， 是一样嘛。好，所以呢，同样的哈，那个乌撒有没有？然后知道他乌撒去摸了神的，那碰触那个神的约柜。OK， 那个时候啦，耶和华神啊 ，you know 一样嘛。他就为什么我以前搞不懂什么叫闯杀啦 ？you know 是就是原文做闯杀嘛，这个就是同样那个 paras 那个字啦，就是那个瞬间爆发出来的这种那种。那种力道，那种速度感，那种 power 是瞬间的，这样子就破了，砰，这么大的 power， 所以呢，他才不晓得怎么那个翻译就闯杀嘛，就乌撒瞬间就死了，来刹那之间就死了，我是不晓得怎么死的，我自己在想象嘛，因为我查了一下也找不到他的死法。OK， 那个解经家呢没有讲出来他的死法，我自己猜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在那个，因为在那个约柜的那个上面，施恩座上面两个基督伯天使当中，不是那个有耶和华的那个 Shekinah Glory 的荣光吗？那个荣光是有火焰的嘛，有烟雾，有烟云，有闪电的嘛。我个人认为啦，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闪电啊，那个火这样咻咻。就这样瞬间死得很干脆，他不晓得他已经死了，他来不及想就已经死了，就是这样。 OK， 好好，那我就差不多要好结束，然后再下来。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讲好，所以呢，这整个图像是这样结合一下。好，这个路加福音的16章16讲的也是一样的事情啦，哈！你看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这里重点，从此神国的福音不是传开，是炸开了。就我刚刚讲的，砰，就这样炸开了。OK， 然后呢，他这整个图像也是在说什么？就你把纵观上下文，就是妥拉、众先知还有约翰都持续的发预言，终于呢，神国的福音的爆炸开来的时候到了。OK， 那个先锋十全的出来的 breaker 出来的 Messiah 在前面，那个耶和华那个君王也出现了。OK， 时候到了。OK， 所以呢，爆炸开来的那个发生什么事情？饥渴慕义的人，就好像那些群羊在里面，也争先恐后的，是吧？前推前冲啊，后推啊，把天国好像有羊圈的破口，不停的扩大、扩大、扩大、扩大，直到地极。哈利路亚。直到全地 you know, 都跪拜我主耶稣基督，来，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万骑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阿多奈耶和华。哈利路亚。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 breaker anointing。好，再来，好，我快要结束了，三个三，什么叫三个三？现在因为我刚刚讲说我们就是信息里面都会包括三把钥匙的要素。OK， 前面有两把已经讲了，对不对？好，西白根源天国的福音有没有讲？有嘛？好，然后呢，第三个末世预言的应验，那跟14总是有点关系嘛？来，好，那这个呢 ，Super Bowl， 好，那这个就是 Super Sign， 对，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这个 Bob Jones 在十以前呢，他就是发的预言嘛，就10亿灵魂大收割，而且大多数年轻人，全球的10亿灵魂大收割 ，OK， 然后呢，他说啊，那个 Sign 到什么时候会发生这道征兆？你看到这个叫 Harbinger。这个事情呢是那个来了你就知道说，哎，后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意思叫 Harbinger。 好，那么这个 sign 就是 Super Bowl， 就是一个 Super sign。 好，就是很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OK， 就是这个你说在美国 那些职业的橄榄球队多少啊，那些优秀的球员教练那个不得了，太多了，你说哪一次
冠军啊都已经名垂青史了，好像你打这个那个职业网球一样，你能够拿到大满贯几，你知道，一百年里面任何一个大满贯拿到一个就已经名垂青史，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很难的事情啊，何况啊，对不对？就是橄榄球这么样子的最 professional 的，你知道，最追求极致的体能的策略的各方面的这样子的 sport， 那个呢，居然呢，他可以呢赢三次，而且他发了预言以后。OK， 如果我没记错，张兆应该就是好像2021年一次嘛，是吧？好，2022年一次嘛，哈。2023年一次嘛，对不对？好，再来，2024 back to back， Oh my God！ 所以2020到2024就来三次，过去20年都没有一次，是不是？还是50年没一次？不可能，这一次呢就是卫冕成功，是卫冕成功，而且再继续卫冕，怎么就是这么短短4年可以来三次？哇、wow， 那这个 you know，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sports 的东西嘛，属灵人看作万事啊， right？ 就说这个是一个善，因为 Bob Jones 早就讲了，而且呢发生一次已经够兴奋了，哇，来三次，短短时间来三次，就告诉你什么，这个生产来临了，这个神国要大爆炸来临的 ，OK， 这个大复兴要来临的，这个破门者的恩膏啊，神是迫不及待要降，要分享，要降下来，要普，要恩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OK， 因为一次、两次、三次，好像就是，你知道吗？要生产的，神国要降 ，OK， 这个大复兴属灵的大收割要来临的 ，OK， 可是偏偏发生了什么？就是他在星期天，就四天前。对不对？100万人在，因为这是在 Kansas City 嘛，他是 Kansas City 的球队。对，然后呢，100万人就在 Kansas City 的 downtown 在那边庆祝，涌进了100万人在那边庆祝，就偏偏跟你发生枪击案。你说这些事情是偶然的吗 ？OK， Bob Jones， 之前这个IHOP， OK， Mike Bickle， 他为就说。他的这个整个 IHOP 的运动，那个跟 Bob Jones 很有关系，因为我要3个月前，我也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亲自去了 IHOP 一趟 ，OK， 去明察探访就对了 ，OK。But anyway， 我要讲的是说，就是说，的确呢，这个 Bob Jones 的那个 prophecy 是很 accurate 的 ，OK。然后这个 Mike Bickle 的这个整个 IHOP 这个 prayer movement， 真的就是影响了全球啊。OK， 然后呢，他就去年的5月的时候说500万个嘛，对，就是他已经有这种 prophetic 的概念，就已经号召了全球500万个为以色列祷告。然后5个月以后就发生了这个战争了。OK， 但是呢，那个10月27号马上就发生这个 Mike Bickle 被控告的控诉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怎么都是冲着 Kansas 来啊 ，Kansas City 来啊，对不对？这个酋长队。OK， 为什么 Bob Jones 不去预言说那个啊，比如说 LA 的队啊，或者亚特兰大的队啊，他为什么非要预言说这个 Kansas City 的橄榄球队 ？Right， 一切都在 Kansas 啊 ，This is the heartland， 这个属灵的这种大的全球的这种 prayer movement 也从这里开始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几十年影响的 ，OK， 所以说因为这样子枪击案随之而来。所以这不是一个表面的枪击案，你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枪击案 ，no， 它就是有这种属灵的这样子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就是仇敌知道这一下不得了了，一捞他就混，他就要来攻击了，就是这样。OK， 所以我才说2014年啊，我给你2024年啊 ，OK， 是惊涛骇浪，但是有惊无险，而且是我们破门的恩膏啊，被很强的灌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OK， 好，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属灵的意义。好，这是3个3，这是 第一个3，第二个3是什么 ？OK， 耶稣啦，启示宋尚杰博士改名叫约翰，猜猜看那是什么时候？就那个是1927年2月10号，宋尚杰博士，耶稣亲自告诉他，就说你把你的名字改成约翰，为什么要改成约翰？因为你要做我的先锋。为什么？因为我要来的时间快到了 ，OK， 97年啊 ，OK，
而且啊，你要在主啊，要再将再来未来之前，主也要选召先锋。主再来与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不同，先锋不止一人，嘿嘿嘿，哇，太爽了。来，各位都有份，嘿嘿，只要报名就中就动算。刚刚，哈哈哈哈，对啊，所以不止一人啊，对不对？主召我做先锋者之一啊，这是 one of them。OK， 不是就只有一个施洗约翰，我们名字都在里面，只要你报名就是你啊，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嘛 ，right？ 所以呢，怎么样？宣传天国近了，主必快来的消息，各位，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大概还要20年才复国哎，你看看神做事多精妙。神做多是多么超前布局啊！好，那我问你，在3年呢，就100年呢，3年哦，2027啊，就100年了。我请问你，诺亚方舟，诺亚盖了多少年？也是100年啊！哎，这样子重要的事情啊，要精雕细琢 ，OK， 要好好的准备，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取巧的。神预备了100年。好像那个诺亚方舟要盖100年，你若哪一个地方没有细节没搞好，拜托、哦、你那个大家全部8口一起沉下去了，对不对？在那个那么大的洪水里面啊，怎么可能？哎，所以这不能有点差错的。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所以说那个在3年那100年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他那个出了那个洪水以后，那是一个新天新地耶。所以彼得就讲说，你要想象哦，就是希伯来根源啊，他是用 pattern 的，他是用模式来思考的。他不是用希腊式的一个单一的事件 you know, 发生了又把它勾起来，是事情应验的不再发生的。 No， 它是循环式的，它是一个 pattern。 所以你要明白那个 pattern， 你要读那个模式出来。你读了那个模式出来以后，你就可以读懂它的那个 inner dimension， 内在的那个维度。然后那个呢，只要你看到类似的模式发生，你知道说这个预言还要再度发生。但是呢，每一次在下一次发生又会比这一次还要更丰满的全面，更丰满的应验，一直到最后结束，是最后是完完全全，好像一朵花开到最极致了那张的应验。所以它是分层次应验，大家懂吗？虽然看那个 pattern， 所以呢，他那个彼得才说他那个从那个诺亚的方舟出来的时候，我问你，那时候还有恶人吗？有没有恶人？不是肚子饿的那个饿了，我知道现在大家可能肚子饿了 ，but anyway， 快要结束了 ，you know， yeah。就是那个 evil， 那时候的是遍地都满了强暴啊， right？ 那个脚你一踏，血就出来了，流了遍满了无辜人的血啊。OK， 可是啊，这个100年啊，这个诺亚方舟结果是怎么样？带来一个全新的 the new paradigm shift， 新天新地。这彼得就说，就好像当初诺亚的一个 pattern， 就告诉不是说有意居住在其中，我终于欢迎叫有意住在其中嘛。OK， 因为他意思是 the dwelling of the righteous， 就是以那个义人的家，你不用再担心害怕有这些说谎者，你不用再担心他有这些行巫术的，你不用再担心那些那个杀人流血，你不用再担心那一些堕胎的，你一定会被生下来的，你一定会被好好照顾的 ，You know， 就是那些的 evil 没有了。OK， 再3年 ，This is a very very promising。You know, 一个大的 paradigm shift 就3年 OK， 第三个，好，第三个，再我们下一个就好。你看，到了2027也是3年，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宣教士在台湾的，那个叫乔治甘志士牧师。OK， 1627年首先抵台，在台南的新市开始宣教，各位。不得了了，再3年多少年？啊，400年呢？哎，400年你会想到什么？阿门啊！对啊，是这个一早晨不是跟亚伯拉罕说400年以后你就出埃及啊 ？Right， 要成为一个国啊！那出埃及发生什么事情？照样的啊！你老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他叫摩西说 ：“OK， 把杖举起来，在红海面前啊！”那结果是怎样？结果照样的，这个破门者的恩膏，这个破门者能力啊 ，OK， 这一次呢，他是用风，对不对？用大东风，那个明明啊，前面就是红海就没路了，可是耶和华神啊，他的这种破门的恩膏啊，
他命令的风啊，就是因此把他开一条路出来啊，你懂吗？这风这样下去，这样切割，然后展开，给我让开，然后那个红海就两个人立起来，好像墙一样，给我停住在那里。然后呢，我这条路就是这样开的 ，OK。那一次就是这么强大的破门的恩膏，当场展示给全天下看 ，OK， 就这样。我告诉你，四百年还有三年，刚刚秉伟牧师拿了那个千年的四个孩子的四代，四百年说要出埃及的，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就是来印证这个。我也不晓得他里面有那个四个孩子，我也听不懂，我是才刚解释我才知道 ，OK， 各位。再三年 ，OK， 这样子，我们台湾真的会出埃及，而且到西乃山下，因为这个破门者的恩膏是如此的强，如此的巨大，而且我刚才用三个经文来佐证 ，OK， 时间到了，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好，那个打，我们一起来领受 ，OK， 破门者的恩膏要打碎龙的一切的权势啊，借耶利米书五十一章那个敬拜，好，敬拜者，那。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的二十节、二十一、二十二、三、二十四节就是这样。OK， 你是我征战的福祉啊。OK， 怎么样？要你打碎列国，要毁灭列邦。然后二十一节，打碎马跟骑马的。OK， 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OK， 你要打碎老年人，你要打碎老年人的少年，你要打碎壮丁村，你要打碎牧人看到群畜，你要打碎农夫看到一对牛，你要打碎生长和虎生长，就是这样。OK， 就是这么强大的恩膏啊 ！OK， 我相信呢，神呢就借着我们这个汇聚，借着这个那个 Dennis 牧师 ，OK， 然后呢，这样一路顺着圣灵的水流这样开启的，这个恩膏是真的。今天我释放的话语，绝对有圣灵来的启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站起来回应这个信息。你起来。哈利路亚！卡巴谢巴，你现在你可以播放那个歌。哈利路亚，歌词出来 ，Amen， 破门者，哈利路亚 ，Amen， 我们要成为神称赞的斧子，他要做那个在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 ，Amen。的灵运行传递，呼召天选大能百姓，你是大能的。我们齐齐高举话语坚毅站立，哈利路亚，主的灵充满全地，赐下超自然的能力，赐下超自然的能力，奉主名我们齐齐破门者的恩膏 ，The Breaker Anointing， 释放他的灵，释放他的灵，宣告的长城进城门，释放我们的灵气，释放我们的神性，耶稣，你统治全场权。全地运行主啊，这个恩膏今天我释放你的话语啊，你的话语继续在这里的杜纳米的杜纳米炸开来，炸开来，炸开来，破门，破门，破门！一切的捆绑挣脱，挣脱！不管你有什么锁链在你身上，有什么捆绑，挣脱！先生给你挣脱的能力。话语坚毅站立，圣的灵充满全地，赐下超自然的能力。到前面来跳舞吧，你的身体就是征战的兵器啊！领受心寒天前全地。释放马甲兵的神迹，
被敲碎，再被敲碎，痛难道被敲碎。阿门。我一起吹，要我们，要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圣洁，天崩快，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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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吹，要我们，要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圣洁，天父啊，圣光一起。哦，天父，天有我们的信心，神国的扩大，神国的信心，神的扩大，宣告的超出你的能力。那个龙，把它敲碎，敲碎龙的爪牙，敲碎龙的尾巴，敲碎龙的头，敲碎龙的头。耶稣，你统治真掌权。